露珠，不是说下播不玩游戏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们都在说我不明，说我看不清方向，然后你们就喜欢说我，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好好的去看了一下方向啊，然后一边百度一边找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就真的现在已经会看方向了呢，我现在已经完完全全会看了，现在已经再也不会把方向弄反了。我昨天去恶补了一下，我把那个攻略上面的地址都给他找了一遍。哼，我感觉那个游戏差不多已经，我已经精通了，我那个游戏已经差不多精通了。如果下次再玩的话，就是带别的萌新一起玩，我觉得我都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，他们绝对不会出事。我也要成为像 B 先生那样的人，我也要让别人觉得我是像 B 先生那样无所不能的玩家，我也要成为别人的依靠，而不是只是依靠别人。哼。到时候就带他们玩那种简单版的，然后我就天，然后我就像在里面像一个哆啦 A 梦一样，他们有什么想要什么我都有，他们得什么病我都会治。我跟你说，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觉得我很可靠。哼，到时候带大娘玩，跟大娘一起玩的时候，我就把大娘照顾得好好的，然后大娘非常的吃惊啊，怎么办？有马皇咬我。然后我说没关系，拔掉就好了。然后他说啊。然后我就说给你一个草药，把这个敷上就好了，然后你再去安稳的睡一觉，马上你就好啊。我身上有病，我怎么办？然后我还发现我身上早就已经揣好了一个1000毫升的一个，就是可以装水，然后马上帮他洗干净。哇哦，这一下的话肯定会是我很多迷味的啊，一想一激动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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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然后大娘遇到那种就是野人哇，然后这个时候我掏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弓，直接是几弓就把这个人给干掉，然后他就会说哇，团团变强了，我的青春结束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很绝？我跟你说，你以为我苦练这个游戏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在他们面前啊，就是争口气吗？让他们觉得哇，我变强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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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想就开心。